这车子开了四年多啊，轮胎都是好的，他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只有一年他就坏了。今天天气特别好啊，我们今天来给这个机做一个保养，这个车子做一个保养。这个机油是那个卖车的那个店里面送的，送了四壶这个机油，还有两个空气滤芯。我们今天来这里换一下，然后顺便的话可以把这个车洗一下，我很久没洗了，看底下全部都是灰尘啊。现在我们先把这个机油给它换一下。哇，漆黑呀、啊，像墨了一样，像墨汁一样的黑，这也太黑了吧。确实因为这个机油卡标尺上面只剩一点点了，确实要换了。还需要一点手段才能拿得出来。咦，感觉也没有那么脏啊，这边黑了一点，这新的这个旧了。好了，哎呀，终于装上去了。哎呀，很久没洗了，这里面全是灰，马路边灰尘太大了。这就是上次，新买的跟我同款车子的这个，兄弟，他可能就是说不了话。上次我帮他装的这个灯，他今天好像他那个轮胎不知道为什么他磨损的这么快，他换了一个新的。我们的车子开了四年多啊，轮胎都是好的，他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只有一年他就坏了。哦，这个箱子花了多少钱？200块钱。哦，你的牌照也跟我一样，也装在这里了。跟我的装在一个地方，我也是装在这里，因为底下这个牌子容易掉。哦，这跟我一样的。哦，你的比我宽一点。宽一点，可以。这是哪个轮胎呀？你应该换两个，两个一起换吗？只换一个？不是，轮胎应该两个一起换，两个只换一个。那你这边这个轮胎磨损的不行啊，你这两个磨损程度不一样啊。我觉得应该是。450。我看了，他问这个轮胎的时候，我也帮他看了。这个轮胎确实好贵，比的后面那个轮胎又贵好多。后面那个扁的、平的，大概一两百块钱。这个轮胎我都看了，都好贵啊。国产的话400-500块钱，米其林的要600多块钱。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轮胎这么贵。
这黑色衣服太热了。嗯，衣服脱了，放在上面。嗯。我今天把这身洗一下。嗯，我这边还没洗完呢，这边。电视什么问题？你去我家看一下吧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哪家？我爸叫朱梦书嘞。哦。嗯。等一会儿，我把这个搞完了。你洗车啊？嗯。洗那么漂亮啊？好久没洗了，都灰尘，到处都是灰。你等一下是吧？他是看不了还是什么情况？不是说看不了，他那个屏幕本来是好的，然后又闪回去了，要看，要按，看不到屏幕，像是黑色那样子。哦，我也不知道怎么。嗯嗯嗯。好的，那我洗完了再看一下。那刚才我看到你爸，我说你去哪？嗯。那你等一下看一下吧。嗯嗯。飞机油都拿走，